下了吗？走。小丫头骗了，还没人这么瞧不起我呢。哎，我跟你啊做个交易。哎，没事。假的。看见那女孩没有？到时候你装成抢劫犯抢劫她，到时候我神兵天降。你想干嘛？打劫。你试试。哼。慢着。大胆狂徒。丫头不用怕。我有神功护体，普通道剑根本入不了我身。来呀、啊！这不是假的吗？他是追杀我们的人，嘉二哥赶紧走。哦。柴火来了。给我一点。萧公子，喝水。多谢。哥，谢谢你一直护送我们到这儿。你真好。你想吃什么东西啊？等回了开封府之后让薇薇姐给你做，她手艺可好了，什么都会做，只要你跟她说就好了。回蜀中的事没得商量。其实开封府的人都挺好的，就说那个包大人吧，你别看他脸黑黑的，他心眼可好了，还有展大人都很照顾我的。他们好不好跟我没关系，你也不要因为这些被牵绊了。早点休息吧，追魂三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追上来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